在宣传车上高声唱着西藏国歌，三一零西藏控暴日62周年数十个团体站出来为不能发声的西藏人发出怒吼。 备受藏人尊敬的精神领袖11世格尔登仁波切也首度现身街头。今天从我们接到东昌彭昌王部，反正前面马首丹，谈到了这个巴德，后面的台湾机场重要嘛的，因为要为了西北建筑大学，西北建筑大学是要的，可他们说没那个，毕竟是要的，他那时候不了，地区有，地区等于什么是要的。 大大方方，要么就怎么样，就怎么都不清了。以亲身经验呼吁台湾小心中国的和平协议，台湾第18次举办三一零西藏抗暴日大游行，得到跨党派的代表力挺，包含民进党、时代力量、社民党不少立委和市议员都一起来发声，大动作力挺。跟中国签任何的叫做和平协议的东西，任何的协议的东西都是不可信，因为签了和平协议的西藏。 最后得到是被血洗的一个结果。西藏问题就是台湾问题，帮助西藏就是帮助台湾。他们希望他们自己血迹斑斑的历史，能够被这个世界所有的朋友认识到。他们希望，即便过了62年，过了70年，还有非常多的朋友能够记得西藏人遭受怎样的残暴的对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民主继续下去。 中国对台湾打压，恐吓有增无减。国内部分党派声援西藏自由，一如以往，国民党始终缺席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